这个球哇，相当强劲的一个卡托平的安打，蔡成福。二垒安打，绕过一垒之后，继续的往二垒做推进。这个球经过转传来不及了，打得非常的刁钻呐、啊。二垒安打一支。对，蔡成福的近况也保持得不错。紧接着上场打击的是第六棒，背号59号。一个直球的对决，跑到内角高的位置，掌握得很好。这种球啊，就是在内角的话，你出棒一定要来得及。